预赛当中是排名第一。解放军的选手大部分来自，也是来自广东和福建。精力充足，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完成得很顺利。郑磊石本来是以排名预赛第一这个身份进入的决赛，但是他在昨天的男拳比赛当中呢，有一个难度动作他失误了，结果9.51分，排得很靠后。那么今天他的要努力完成他的男棍，力争他的男棍能够拿到第一。但是即使他的男棍拿到了第一，但是他男拳相加的话呢，他还是名次排不到很前边去。这就说明在武术比赛当中，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能导致全盘结束。解放军选手郑磊石，他的表演已经结束了，那他的战友在这给他助威加油的这个声音还是在响。我们通过麦克风来看一看郑磊石的表演，确实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。他这次棍子单棍是2.79分，单列。